大家好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一，这个月你们部门都在忙什么呢？二，李秘书，把这个星期的日程安排给我看一下。三，我最近正在跟进三个客户。四，这份合同谈得怎么样了？五，要加快工作进度。六，对方有合作意向，但是还没有正式签订合同。七，最近业务增多，我们都忙不过来了。八，最快下个星期就可以和他们公司签约。九，最近我们部门人手不够。十，小李被调到北京总公司工作了。十一，把行政部的小李暂时调到市场部。十二，细节问题我们下次会议再谈。十三，客户最关心的是价格问题。十四，广告文案做得好，产品销量也会提高。十五，经理，这份文件需要您签一下字。十六，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。十七，售后服务和产品价格同样重要。十八，这项工作有很多困难。十九，这台电脑性能不太稳定，影响工作。二十，工作量这么大，你们人手够吗？这个月你们部门都在忙什么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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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李秘书，把这个星期的日程安排给我看一下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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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最近正在跟进三个客户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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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份合同谈得怎么样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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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加快工作进度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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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方有合作意向，但是还没有正式签订合同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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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近业务增多，我们都忙不过来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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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快下个星期
就可以和他们公司签约。最快下个星期就可以和他们公司签约。最快下个星期就可以和他们公司签约。最快下个星期就可以和他们公司签约。最近我们部门人手不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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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李被调到北京总公司工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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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把行政部的小李暂时调到市场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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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细节问题我们下次会议再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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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客户最关心的是价格问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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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广告文案做得好，产品销量也会提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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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经理，这份文件需要您签一下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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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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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售后服务和产品价格同样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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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项工作有很多困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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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台电脑性能不太稳定，影响工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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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工作量这么大，你们人手够吗？工作量这么大，你们人手够吗？工作量这么大，你们人手够吗？工作量这么大，
你们人手够吗？你们都听懂了吗？谢谢大家，那我们明天再见吧，拜拜。